好吃好吃，想袂到你真好吃，因为是重建不久，我真惊予你吃倒去。就是啊，真正毋知该怎办。好吃好吃，你应该要吃。我免咯，你加吃就是啦，我都真欢喜咯。好啊，主人到底是谁？为何大孙兄爱咱照顾伊？伊是福门非常重要的人物，不能有失。是怎样的人物？佛像释天聪。哈，伊是释天聪，是幻水中的佛像。这怎有可能？释天聪不是早就已经现世了？那只是刻意文中的记载，伊现在就活生生在此啊！但是为什么变成这个模样？我也不知，只能等菩萨前来了解状况，不能使用天佛七元像吗？圣佛本身具有特殊功体，七元像对他毫无作用。啥？真厉害！最近前来灵魂寺的佛友。做好减少咯。这几天拢无人欢喜天庭两位尊者的消息。难道不用担心？我稍后前往一撮需要了解情况。也好，麻烦你咯。我积极动心。动物，不相信麻烦你照顾咯。好，大师兄，请，请。你为什么都不说话？有文之书我能让你抄出，真有水好像也真有道理，是为实水东方将军难得你这次在中原停留坚固，是我说错什么了吗？无什么，你只是在等待三方约见，北京三方之战终于要开始了，这段时间就留烦你好好看顾佛像，你改变地点约在北峰顶，想借此出的千山回林吗？要有伊的佛像，这是为了方式，但必须五点动意，就看谁提高一点个。如果胜出，物件归你；不用，我一定会赢你。新别社会禁地，今日佛光摩诃月再度踏上了自己熟悉之地。摩诃彼中三念断行，从念。小心归一，无穷轮回不合天中，所幸吧，母子信众，饮水母乳再度轮回，哈哈哈哈哈哈。